什么歌？小星星。小星星哦，好，那麦克风交给你了哦，加油。来，我们第一首歌《小星星》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拍手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掌声哦。人家说喜欢音乐的小朋友不会变坏，他会唱歌的小朋友呢，就更聪明绝顶哦。还有我们这些大朋友，你们在这边欣赏歌曲的话，你们才是最聪明的小朋友。好，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第二位郑雨婷。郑雨婷她所要演唱的是妹妹背着洋娃娃。郑雨婷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大家好，我是郑雨婷，我今天要唱的是《妹妹背着洋娃娃》。好，那我们掌声鼓励吧。Bye.
不会。不会哦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妹妹背着洋娃娃，请慢走。我们现在邀请第三位哦，李佩桦。李佩桦，要，好可爱，她穿着我绑着两只小辫子啊。李佩桦，哎，李佩桦，告诉我们大家，你要唱的歌是什么？火车快飞。好，来，开始。不要紧张。
下。哎，这样子的话，因为他们在比上当中哦，我们不能帮他的忙，然后让他自己训练他的勇气哦。可是小朋友赶上来就是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在大祖国小那边哦是初赛，初赛有报名大概58个人哦。今天晚上能够再上台到这边来唱歌，就是咱的精英哦，哎，站起来就很厉害啊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咱等一下唱完的时阵不要吝啬你的掌声呐、啊，然后我们在比赛当中哦，我们就让他可以自己慢慢的唱，把它唱完，然后很有勇气的大声唱出来哈、哦，来谢谢各位哈、哦。